这个好像唱的高不高的，一个低的。没事，瞎唱，这就能唱。咱们晃好了一场，对。咱想唱好也唱不了。妮娜唱，这是妮娜，我们俩跟着。哎，咱是错了那叫什么？现在凤凰传奇的那个合唱的时候，哎，好，哎，那个好，好听吗？你能不能唱起来？就找个女生，哎，好，对，妮娜，不是，或者你弄个女生怎么唱也行，哎，特别累，对。我吧。你们可以准备开始了吗？聊天等会儿休息着再聊啊。那个让我也好，你也好唱，很柔和，而且唯美。我觉得咱们就把自己说点唯美的东西。我们几个一下就忘了。等你完再水中央。我一听到水中央，我就想起来，嘿，夕阳。你要不能改改词儿才好啊。好，开始吧，开始。一、二。朝又在哪里？朋友告诉你，他不在荒漠中，也不在山寨里，他在阳光中。你中了，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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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所谓，错不错，无所谓。他在网络上。 山寨里，周里，然后后边都是里，啊，对，豪宅中，贵子里，咱无所谓，咱错了无所谓，你跟着过，你们先上了，我开始通知我，一二三开始啊，对，对吧？来，没关系，我唱不行再来一遍，来，对，反正你可以剪辑的嘛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把这个主持人这个，来，你拍着主持人，我们就开始唱，对对对吧？一二三。 钞票在哪里？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他不在网络上，也不在山寨里，他在高官的豪宅里，他在银行的钱柜里。啊，钞票全在马先生的口袋里。 啊，钞票全偏在马先生的口袋里。好，赵师爷，是好吃啊，还是好听啊？也好吃，也好听，都好，都好。我马某人走南闯北，移民北美，靠的就是能文能武，与众不同。 不光吃喝玩乐，更要血月风花。马县长此番风度，正好比大风起兮云飞扬。原本是一小流氓，两把菜刀闹革命，英雄当属马县长。刘邦是个小人，力拔山兮气盖世。屁！啊屁！啊屁！赵师爷。 你要是想拍我马屁，就得先过了夫人这一关。那是，先找师，先找师。要有美女，要有酒，要有奖金，要有肉，要有蠢驴儿，要有配色呀。英雄齐聚拍色呀，靠山三军发大奖，有酒有肉我找到驴。 拍上美女，把办法想。屁！我们要找幸福，不是驴。哦，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找幸福，找幸福，不是驴，不是。没有票，我可以抢。没有美女，我可以绑。寻找幸福这鸟事儿，真是愁煞我马县长。哎，我听说黑相公包正在那儿晒幸福呢，要不我们去问问？ 夫人高见，走马双枪，咱们去问问佩西亚的百姓，幸福在哪里？朋友，告诉我。啊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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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大概其实就这个意思，这个基本的。